海伦。哎 ，Freeman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厉害啊！你复发 Gamma 了啊。OK， 刚才你有问我一句问题了，很好的 question 啊。你讲你要 achieve 到怎样啊？一开始，新 agent， 你想要什么东西啊？新 agent 的话，我就 achieve 到 consistent 的 money flow 啊，只要 cash flow 要好，生活就比较好，这样可以买自己车，买自己房。OK， 要怎样可以 achieve 到？刚才我跟你 share 了，你要怎样才可以得到稳稳定定的？假如你要稳稳定定的 income。第一个就是 effort 咯，要 consistent effort。长久的话，你就要继续要 maintain 这 effort。你每一天都要做 report 啊， query 这些啊，要 maintain 这样子，每次都要访问自己， check 自己的 list 上五个 step。你的 calling、你的 viewing、你的 showing、你的 closing 这些，这四个 step 你每次 review 要 review， 看他哪一点是做到不够好，要做到更好一点。所以要怎么想回顾自己跟平时你之前的 life 哦。OK， 明白，就是讲你要稳稳定定的盈康，你就要做稳稳定定的动作啦。对，就是讲做我们应该 agent 要做的动作啦。对，就是。OK， 这样子我有 share 你一个东西，这样子你想要很有钱呢？哇，想很有钱啊，要做更多，就人家 agent 做五十块，做100块。喂，很好，就是讲要有赚大钱，就要有赚大钱的动作咯。是的。对，不是只是讲，只是想不了，没有那个动作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OK，Thank、okay, you 你啊 ，Helen， 希望你是接下来我问你的时候，你跟我讲我赚100万、200万，或者是星星啦，OK 啦，我们讲星星啦，星星你讲要稳稳定定，你就多几个月过后，你就跟我讲你有稳稳定定的 income 嘛。好了 ，OK，Thank、okay, you，Thank you，Helen。